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的这台斯坦威啊，非常的稀有。斯坦威的皇冠珠宝呢，是斯坦威的非常顶级的一个系列。那比如说像这台琴，长度是180的，普通的黑色的180的斯坦威的三角琴，在中国专卖店的卖价卖到89万到90万啊这样的一个价格。那么如果是这个皇冠珠宝啊，同样的尺寸的，但是只要是这个系列的，价格就是普黑的3倍。也就是说，这台琴我们查了一下，像这种稀有外壳的啊，在中国专卖店的卖价要卖到230多万啊，接近240万，这就是新琴的一个价值。二手的像这台琴就很划算了啊，就不像说这个同样是黑色的啊，就跟二手的新琴新琴的时候黑色和这种差价很大，但是二手的黑色的和这种的差价就不是很大，所以这个性价比是更高的。啊，而且这台琴的这个外观的饰面采用的是一种非常稀有的，叫非洲球影梨花木，啊，是非常非常稀有的一种材质。而且像这种琴呢，像我们蓝牙钢琴弄二手的斯坦威，基本上都是愿意要特殊款的，也就是很少有黑色的，因为这种特殊款的新琴的卖价特别特别昂贵，所以能买这种琴的都不是搞钢琴专业的。那么原琴主呢，买回去主要是当摆设，所以琴的状况普遍就是比较好。因为这种琴他买回去不用，他不用呢，他不弹就没有磨损，它不像黑色的，黑色的有的是搞专业的买的，啊，在国内可能搞专业的都买不起普通黑色的斯坦威，但是国外它毕竟消费水准在那儿，对吧？然后很多是黑色的都是被搞专业的买走了，但是二手的收上来就状况就很差，基本上就是用的多啊，磨损大，这种琴是不是真正的高标准的这个优质的二手钢琴啊？这就是我们。蓝牙钢琴弄斯坦威都愿意弄很稀有的木色的，就是因为状况好啊，就这么个原因。好，像这个蒲台非常非常的漂亮啊，很稀有。琴的内部也是非常非常的新啊，而且这个琴的声音啊，每台斯坦威的声音个性都不一样。像这台琴可能原琴主压根就没弹，所以呢，导致这个他买回去。它都没过磨合期就放了20年，这台琴是2000年产的，然后现在就感觉琴槌稍微有点偏硬啊，就是声音就是偏亮的那种，但是后续通过整音可以让音色暗下来。当然每个人喜好不一样，有可能原琴主就喜欢弹流行音乐，啊，这个适合比较这个声音偏亮。但如果是喜欢弹古典音乐的朋友买的这架琴啊，根据你对音色的要求，这个可以说往下音色往下降一降，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。我们继续来听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这个琴详细的内部状况。来，首先看一下琴的外观，非常的漂亮，斯坦威的 logo。这个外观的颜色是非常非常漂亮的。而且这个琴的踏板很有意思啊，这踏板跟普通的也不一样，这个带这种装饰的啊。皇冠珠宝系列特有的这种踏板特殊的造型啊，这个 logo 非常的漂亮。来，我们把这琴盖拿一下。
型号在这里啊 ，L 和 O 尺寸参数都是一样的啊，长度是180的，灾情的编号551795，2000年生产。内部成色也是非常新，大家看看整个独立肩枕里面，成色非常的新啊。铸铁板上也是斯坦威铸上去的 logo， 斯坦威的铁盘的标识。皇冠珠宝啊，这个科瓦宾嘎，然后布宾嘎就是非洲球蛹磷荒木的意思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台琴的击肩机拿出来让大家看一下啊。击肩机的成色也是非常非常的新的，来看看击肩机的成色非常非常的新的，击肩机非常的新，包括这个侧边都是斯坦威的 logo， 里边成色非常的新。这是跟新琴差不多的成色。来，低音琴锤最下面啊，斯坦威的标识，大家看啊，这几个上面都有啊，斯坦威的标识。我们都有斯坦威的标志，成色非常非常的新啊。像这种2000年的斯坦威呢，在二手行当中已经算年份比较新的这个斯坦威了，而且像这种皇冠珠宝本身量就少。另外一个皇冠珠宝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木材的这个选材，这种非洲球蛹磷花木算是众多皇冠珠宝的选材当中算最贵的一种啊，也不能说它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但是在众多的皇冠珠宝系列当中的珍稀木材当中，非洲球蛹磷花木确实是产量稀少的啊，价格确实也是很贵的啊。好，二手的就性价比很高了，但是呢也不是说普通的这个钢琴预算能够够得到的。当然如果对于像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这种高消费的人群来说，那这个简直就是九牛一毛，因为像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很多房子都接近20万一平米，甚至奔着30万一平米去了。对于这种人家来说，就是占人家房子两平米的面积就够了啊，两平米面积的一个预算就可以买这个琴了。好，那关于这个琴呢，就先暂时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吧。